说爸爸，在爸爸的思念中。When I sat here to offer 当我 to 爸爸，当我坐在这里用敬拜给爸爸时，爸爸，爸爸在经济区呢召唤着我。我就敬拜给爸爸。首先爸爸给了 Drishti， 爸爸给了我 Drishti， 那他正在给 Drishti， 给所有的，给我们所有人。然后爸爸在看那个我那个净饭那些食物。Accepted bowl。爸爸接受了这个食物。我今天我跟爸爸说，我今天是从那个和平村呢那里净饭的。每个人都很快乐，一切都还好。当然我给了爱和思念，大家的爱和思念，特别是那些在正在进犯的兄弟姐妹们。爸爸呢就是在寂静中在给彼此，然后带着微笑，然后爸爸说，在这个时刻你们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说是，看起来大家看起来都是很忙，每个人看起来好像有很多事情要做。爸爸就微笑，然后就说，我们有没有列下来说什么是第一的，什么是第二的要做的，什么是最重要的。我就看着爸爸，爸爸说，在这个时刻呢，照顾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因为如果你能够照顾自己的话，爸爸说，在那呢也是有两个特别的东西你必须做的。第一，一个就是当你保持每一个思想都是就是非常有非常纯洁，非常有用，非常有力量的，通过震波制造气氛，不管你在哪里，这是非常就是非常好的去这方面呢能够很好的去滋养这个样家学府。你如果你滋养自己呢，其实就是在滋养这个学府了。但是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也不要被气氛所影响，这个世界的气氛所影响，或者是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气氛。你不仅仅是要制造气氛，你也是要成为非常非常的谨慎，没有任何的气氛或任何人的震波能够影响到你。爸爸说，这是最大的贡献了，你能够给的，去给，就是给这个学府的进展和爸爸的任务，你能够贡献的。爸爸说，因为你能够照顾自己的话，那么你肯定呢能够做，你肯定能够做服务，无限的方式下。这就是需要在这个时刻呢所需要的这个合作。爸爸说，我给住在这个和平村的这些居民们呢兄弟姐妹们给我带他们的爱和思念给爸爸。爸爸说，祖先灵魂们说，都是要在实际方式下。有时候我们会认为不管说了什么就是一个祝福，但是祝福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要让它发生的。
爸爸说，就是 Daddy Prakashmani 呢，他来到这个和平村呢开幕，非常说了很多美好美丽的东西。首先他说，在这个就在这个恶魔的这个王国呢，他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当在开幕时，他说，首先是在Madhuban，是真的，很多人呢不能够去到Madhuban，这和平村就像Madhuban，所以他们呢能够来到和平村去感受Madhuban。爸爸也是说，给就是恭喜祝贺大家所有的工作就是在服务者居住在那个和平村的兄弟姐妹们，爸爸祝贺他们保持那个气氛，首先是充满爱的关系，第三呢就是在这个世俗方面呢去保持。爸爸说，物质方面你们大家都做得很好，爸爸祝贺大家。但爸爸也是说，每个人都很就是有注意力，然后他们也是很经济，然后因为我们要成为一个榜样。爸爸说，孩子们不管你们做什么事情，无论你们做什么事情，其他人呢看了他们也是会跟随的。然后爸爸就说，告诉所有的家庭家人们，我们要通过我们的震波，就是通过这个身体我们能够做的呢，然后所有的资源我们所拥有的，或者是食物什么都好。爸爸说，很直接的说，跟我们大家说，就是从中就是去支持这个和平村。爸爸微笑着说，你做的你的部分，你的福报，还是爸爸还是继续。爸爸说，其实首先你必须要做的是你要做那样做。爸爸说，如果你内在呢一直在说我必须跟随 Sriman， 然后我们要跟随所有的规则自律纪律一切，如果你能够那样做的话，爸爸说就是看着那样戏剧就会打开来了，你的幸运福报就会开了，或者你的部分也会被打开了。所有的很多的这个服务呢已经是预定好的了，你越多的在注意在就是专注在你的灵性方面内在方面，爸爸说，那么就是那么多爸爸能够在使用你呢，在做无限的这个服务。孩子们对爸爸有很多的爱，但在这个时刻，每一个也是信念啊，就像信念爱，必须就是必须成为那样，就是保持呢这个目标，这个就是很需要。甚至呢给这个世界的服务，爸爸给每个人呢充满爱的 drishti， 也给了我们大家呢很多很多的爱和思念。 Om Shanti Om Shanti。 今天我们的注意力呢就是要保持内在的宁静祥和，还有寂静，
那就是我们的目标。这是非常好。如果我们有得到的功课，我们专注在那，那么我们每一次呢都会觉得就会有可能呢，一些思想呢是浪费的，然后你就马上呢就是可以提醒自己 ，smriti 呢就是我们正在制造这个 smriti， 我要成为宁静祥和寂静 ，smriti 呢能够就是能够带来samadhi 就是力量 ，smriti 就是意识带来力量。就在你的脸上能够可见，那这些能够在你的脸上看到，然后成为化身。Smriti Swarup 就是，当你是 Rup， 你是形象 Rup 形象，就是根据你在想你的思想，你在成为那个意识，是按照那样。我越多的能够拥有这个，我得到了这个什么？祝福的这个意识，还有美丽的在这个心灵的灵性的旅程上呢得到的这个祝福，这些都是 Smriti。 我在看那个定义是什么，在印度文说我正在思考。我记得我就是早晨，早上的时候，Daddy 这些祖先 Daddy 们他们告诉我什么？那些 Smriti 呢，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力量。那些 Smriti 是意识，那么你就会说，对，一切都是很容易可能的。所以，今天同样的，今天的宁静祥和和寂静。心思是宁静祥和的，在这之间我们也是会感到我能够成为寂静的，因为寂静呢是非常重要，对于就是疗愈，也就好像我们要澄清一些事情是非常好的。你只要去相信爸爸和戏剧，但我在想我想我在生活中我没有什么要什么，我只是感觉爸爸和戏剧在时间之间呢事情会发生，我只是要成为一个工具。所以这是非常隐秘的，你没有看到爸爸对吗？他们是非常隐秘的。那你看到drama 呢戏剧呢就是慢慢的在移动着。因此 Daddy Janki 的另一个特长就是他会一直保持，就是 Bhavna 就是情感 Bhavna。 哦，其实翻译这个 Bhavna 就是情感，那个也是意味着自己的那个情感，就好像我在进饭，为什么我进饭？因为我要跟爸爸说谢谢，感激爸爸，每一个情感都在那里。当我在进饭的时候，不只是你有时好，爸爸，你照顾这个，你照顾这些，照顾这个，不是那样的。就是爱和 Bhavna 就是情感，因为拥有 Bhavna 就会拥有很多的爱。就是在膜拜的道路上，甚至他们也是说就是他们很虔诚的，就是也是他们的情感了、啊、就好像你去庙宇，你奉献了一些东西，我在膜拜，我也是拥有很多的爱去做，对爱啊，对神有很多的爱。我们所在不管在哪里膜拜呢，做膜拜呢，都是充满了那个情感，所有的一切呢都是我们的情感 Bhavna。 如果我做一切事情以 Bhavna 情感去做的话，肯定呢我这所有的愿望呢都会去实现。因为
我们都是爸爸的孩子，所以 Daddy 呢，因此 Daddy 一直呢都是有这种情感 Bhavna，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情感 Bhavna。 他一直在他看我们的这个崇高的这个境界，我们是幸运拥有幸运福报的灵魂。在这个早上，我在记得很就是思念着Daddy Janky， Daddy Janky， 就是非常很自然的那种思念。每一晚呢，就是因为跟Daddy呢都是每一个晚上呢都在同一个房间做静坐，我们坐在一起，很多事情都会到来这样。他会看每一个人，为什么我们大家要围绕着大地呢？因为我们感觉很好。如果你坐在一个人呢，你感觉那个人不好，你会坐在旁边吗？如果你感觉那种感觉很好，你会一直呢坐在他旁边。Bhavna呢就是情感，所以就是给予神和给每个人。即使甚至他在吃那个食物 Brahma Bhojan 饭的时候，那他是充满 Bhavna 的。他在吃饭的时候呢，他也是充满 Bhavna 情感的。这是爸爸的厨房 Bandara， 这是爸爸的食物。那些吃的也是要吃在爸爸之间中，但是那些煮做饭的呢也是要在爸爸的思念中做饭。因为我知道说开始的时候，就是当在大妈爸爸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注意在一切呢，一切都是正确的在做饭，一切都是很准确的。我就是在那个看到 Bhavna 就是拥有那种原本的那个味道，我们不是那种味道，我们要做一切事情呢都是很准确的。所以 Bhavna 情感接受，我越多的使用拥有这个对所有人有 Bhavna 呢，事情就会越来越多的合作，就会得到越多的合作，甚至在世俗，每个人都说我要爸爸的厨房 Bandara 是一直都是满满的，那么呢，我们能够去滋养着这个 Yagya 学院。我知道在这个时刻很多中心没有什么就是不是日常呢都会有课了，因为很多可能很多灵魂都很高兴，不是不需要做那么多，但是因为现在不能去中心，所以不可以这样。已经两个月，如果爸爸的孩子不来到回到爸爸的家，那种感觉是怎么样？所以一旦呢，我们开始以这个 Bhavna 呢来做事情，那么拥有 Bhavna 呢情感，所以合作呢就会来了。就是我们去做服务呢，与这个 Bhavna 情感去做服务。你越多的以 Bhavna 情感去做服务的话呢，你会得到更多的，从每个人那里得到更多的合作。不要说这个是我的部门，这是我的任务，只是这样而已，不是 Bhavna 那种没有情感的，那个就是没有，不会得到足够的合作或者是支持。所以明天我们会去体验这，就是拥有 Bhavna 情感，对于爸爸，对于 Yagya 学府，对于我们的就是那个 Brahma Bhojan 食物，还有自己，对吗？你要
你要去感受它。如果你有 Bhavna 的时候，情感，你的内在呢，你会感到很快乐。要不然呢，你要不然有时候你在做，但是你的内在呢，你没有感到快乐，你只是在做这个是我的服务，我的任务，我的责任，所以没有情感。但是如果你以情感的去做，我必须做，我做对，这个是我的任务责任，但是要以情感的去做它。所以明天当你一醒来的时候，你们使用这个词 Bhavna 就是情感，我做一件事情是不是拥有 Bhavna 情感呢？所以一直用这个词来提醒自己。最主要的是你要享受，你就会很快乐，一切都会带来快乐，对吗？你就不会感到疲倦，而且他也会去吸引其他人，他们看到你们很快乐，他们也是要跟你一样去做。所以在这个明天我们开始去体验这一个 Bhavna 情感， Bhavna 的价值，情感的Bhavna 的美德。 Om Shanti。 好的，好， Bhavna 就是情感。As Mohini Ben said, 刚才 Didi Mohini 说 Daddy Janki 他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是机会，就好像Didi Mohini 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像 Daddy 在他的房间里做那样，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然后拥有这个灵性的这个闲谈。现在我今晚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功课，一个小组跟大地会见，在他的房间里的时候，就好像2015年的时候，他的声音比较小一点，所以叫他提高。还是很，其实很小声。A little better, but a little bit more is better. Don't know that I've got any more options. Let's see. How about that? Yes, that is as good as I can do. Okay, so can you hear? 还好。Yes. Okay. Okay. So. 所以。Group in Madhubani, 就是会见我和一些小组。我在 Pandabhavan, pressed downstairs on her porch, and if it was in Shantivan, she was in Shantivan, or Gansarovar in her meeting room, and Shantivan in her meeting room. 就是 Gansarovar, Shantivan, 都有她的会见的厅、会见室、会议室。她选择在外面，这个外面很多这些。就是闲聊的那个晚上，这就是关于说他跟我们一个小组2013年的时候，他跟我们这个小组说拥有对某个人拥有这个 Bhavna 情感，那个意味着什么呢？那个努力是什么？必须做什么努力呢？要有那种情感。你们大家都在这里因为 Daddy 的 Bhavna 情感嘛，你们大家在这里，我对你们都有 Bhavna 情感，但是你需要时间，你能够去捕捉这个 Bhavna 情感。我对你拥有这个好祝愿，你的境界，甚至呢，比你的这个服务更好。使你的祝愿对你的好祝愿对其他人呢更崇高。不要放弃你的好祝愿，你所拥有的好祝愿。当某个人以 Bhavna 情感去接受某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会得到
这个力量去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这不应该是我的个性，就是来去我的个性呢，说我要去拿那个爱，因为我的情感，我能够捕捉到这个爸爸给我的，正在给我通过我呢，因为我的爸爸呢，我能够抓住爸爸通过我给世界的震波。所以大家注意这一点，因为我的 Bhavna 情感，我能够捕捉到爸爸通过我给世界的震波。因为 Daddy 的 Bhavna， Daddy 的情感，他没有引导他自己的生活，根据他的个性或者是他的身体，他给这个 Bhavna 的通过其他人来给这个 Bhavna 情感的体验。没有一个人呢是应该错过这一个，就是错过这一个他们所需要的。就是 uncle 就是 Sister Gayatri 的父亲，几个晚上前我所说的，他记得 uncle 就是叔叔，那位叔叔呢，他有这种情感，对于学府和 Daddy， 他给了每个人呢尊敬，他从来没有什么贪婪的意念，因为这个情感，他得到了爸爸的 Sakash。 他在唱说，我们能够得到爸爸的 Sakash， 当我们拥有那一个 Bhavna 情感，所以要有这种感觉，爸爸给我们 Drishti 光和力量。最后呢，如果某个人有什么问题，跟这个工具们有问题， Daddy 呢会给情感，通过就是给那个很多问题的人呢，跟那个工具能够合作，坐着一起合作。所以 Bhavna 情感，那我们来看这个屏幕。And it is through Bhavna that the intellect has通过这个情感呢，我们的心智呢建立起了这个信念。我从来没有疑问。我是那一位。Whatever Baba speaks, it has 不管爸爸说了什么，都是在实际的方式下呢发生了。प्रांतों की आंखें खोलने वाली भावना है क्या चीज अंधों की आंखें खोलने वाली भावना है someone may say oh this one has 有些人会说哦这个会这是信念什么什么的等等但是这其实是那个信念就是打开那些盲目的人的心智的眼睛他爸爸说你要有这个那么多的情感我说这不是我的 Bhavna 情感。大力说 ，Hands are on my hand，Hands are in his。神的手就在我的头顶上，我的手在他的手上。Always in his company， Bhavna。This is Bhavna。他一直是我的，我一直都在他的陪伴下，这就是情感。但是这时候特别。就是邀请我到这里来，
你们大家呢融化了我的心，叫我来到这里，邀请我来这里。 这个就是 Bhavna 情感。अगर आपको भी भावना का practically फायदा लेना है, so if you also want to take practical benefit, 如果你能够，你要得到实际的这个利益，你要有这个 Bhavna 情感，从那里爸爸那里得到这个四个美德。अगर बाबा में दया रहम क्षमा Compassion, mercy, forgiveness, 怜悯、仁慈、意识, where would we all stand? 爸爸，如果爸爸对我们有这样的这些价值呢，我品质呢，我们会在哪里？我们会站在哪里？ Forgiveness, love, and honesty, truth, 原谅、爱、诚实，这些。 最终呢，你的爱，你的最终就是你的爱和你的诚实。So first three qualities, compassion, mercy. 首先，第三个就是怜悯、仁慈和原谅这三个品质，这就是情感。 如果只是我在跟你们说，如果能够拥有这个，能够拥有那个 Bhavna， 大地所说的一切，他怎么去，就是使他的心变得干净，他如何保持在寂静，所以他是拥有那个 就是停歇下来，或者你不能够有宁静祥和的，你怎么能够得到这个 Bhavna 呢？所以这是内在的，他在讲的这个我们内在的努力，就是要知道那个意识。Didi Mohini说，我们怎么去要有这个意识？我们去怎么去服务自己，服务这个学院和这个世界？因此，今晚。 我们有的是，就是三个功课。明天呢，我就会开始简化它，使它比较简单。明天，我们早上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甘露时刻，在甘露时刻要做的，喂，我的 Bhavna， 我的情感。 功课在甘露时刻，我体验到呢，我得到爸爸的，就是得到爸爸的萨卡什，因为我的 Bhavna， 因为我的情感，我体验正在获取爸爸的萨卡什，然后一整天里呢，就是管制。我是否能够对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有良好的祝愿呢？我是否能够对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有良好的祝愿呢？然后晚上呢，我们就是跟爸爸呢这个交谈，就是。 我反思一天中我与每个人见面的意向，体验正在获取爸爸的萨卡什。所以，我们五分钟，我们要拥有同样的思想。 Daddy在他心中所做的这个努力，但我要你们意识的就是 Daddy的这一个他的情感 Bhavna。 Om Shan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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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m
Shanti. My heart is there where that is. 那里就是每次他手就放在他的心那里，他的心。我的心是在这个身体里。 The heart feels. 这个心感觉到说情感。 The heart feels the peace of the mind. The heart feels. 这个心呢，感觉到心思的宁静、祥和、崇高。 Then the heart is happy. 境界是崇高的时候，我的心是快乐的。 My memory track also needs to be clean. 我的记忆库里也是需要非常的干净。 Ancestor Shri, 祖先们的分享。 无论是说 Om 还是唱歌，妈妈都很出色的。我所有世俗的人呢，就说爸爸的吸引力是不同的，但看到妈妈呢，许多 Kumari 呢，他们就奉献了自己，很多 Kumar 很多 Kumari 来见妈妈。 妈妈呢，又瘦又矮。所以一年之内呢，她给人以母亲般的感觉。妈妈的如此大的吸引力，把我们从 身体的人拉开，奥妙的一个榜样。我曾经问妈，问过妈妈，您的心是如何成为这样的呢？不是吗？我使他宁静祥和的前进着，是前进着，我非常好的前进着。从那时。 起呢，Daddy就说：“我从那时起，我就学会了。我就这样坐在妈妈面前，问妈妈，我应该做什么努力呢？永远是这个是妈妈说，永远是这一刻呢，是最后的一个，从未。” 我从没有忘记妈妈说这些话，希望我在最后时刻能记住神。妈妈坐在椅子上，我在这里，妈妈讲述的崇高版本，一天也没有忘记。即使我离开身体，也应该在爸爸的思念中。 我观察了妈妈的高贵，她如何掌握观察我观察她的心智，并想希望我的心智也变成那样的。我总是看到妈妈是如何掌握茉莉，并把她带到她的生活中，让我的心智也能像那样。有一次，妈妈测试我，妈妈测试我，我去找爸爸听了茉莉，然后听完后我来到 Kunj Bhavan 就是那个建筑物那个礼堂里。 妈妈呢，让我分享爸爸所分享的。我怎么能在妈妈面前分享呢？妈妈坐在这里说：“你听了爸爸的努力之后来了，现在分享吧。”
我保持着勇气呢去分享，按照戏剧它发生了。如果妈妈能分享爸爸的梦里，我也能。我在许多方面呢模仿妈妈，爱 Yagya， 爱这个学府，遵守纪律，保持精确，准时上课。有一次爸爸来到 Kunsh Bhavan， 当时就是有那个宵禁是吗？所以妈妈呢会突然到来，所以没有人知道。因此爸爸来了，每个人呢无论谁在厨房工作，每个人呢都会放下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上楼去。所以妈妈在楼上，妈妈所发生的事情是爸爸上楼了，妈妈只迟到了一分钟，她坐在楼梯上，仿佛呢在惩罚自己。妈妈来吧，妈妈，他们说。然后爸爸呢甜就是很甜蜜的叫着妈妈。妈妈在楼上坐着，嗯，就好像他自己在惩罚自己。然后爸爸就说：“妈妈来吧，妈妈。”爸爸呢，就是很甜蜜的叫着他。妈妈呢，对时间非常尊重。我想，我从来没有从妈妈的嘴里呢听到过多余的东西。妈妈从不与其他人呢分享任何。有人与妈妈分享错误，妈妈呢吸收了它，妈妈给指导，然后就这样解释掉。